灰瀑树松矮。这一幅的题材是一般山水画常画的题材。传统山水画里面经常有松树啦、瀑布啦、云雾，只不过是我们用现代的方式来诠释。我们上一期已经把这个画幅湿染过了，就是用颜色全部染过。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来基色。那这是我创造的基色法。一般传统画顶多湿染多湿染几次，而且文人画一直推崇要淡雅淡雅。那传统的这个文人画一般都主要是以墨色为主，那在颜色上它用的比较淡，也所谓的浅江山水。那这个像敦煌的壁画，这个早期的壁画，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大部分都是用色块来处理，就有一点接近西化的形式。那从唐朝以后呢，慢慢就是着陆以线条的表达为主。那唐朝的时候有金碧山水，这个跟那个青绿山水，主要还是用颜色，然后辅佐以线条。那文人画呢，就主要以线条为主，然后追求笔墨的意境。宋朝的山水主要就是以写生大自然，文人画呢，慢慢就脱离了这个写生大自然的这个精神。尤其到了清朝，更是以模拟的越好越像，变成一种流行，但无形中也是败坏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创意。那由于时代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更要以新的美感价值观念来重新来画出我们的这个国画出来。那当然呢，笔墨是一个精神，一个基本的表现的一个形式。那意境呢，是一个追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意涵，就是文人画所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我们重新再写生大自然，就像我提出的，要以再写生的精神重新来表现出具有现代感的这个国画。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这个早清朝的时候还这个留长辫子穿长袍马褂，但到民国以后呢，开始穿西服了。那现在呢，这个都是以方便的西服变成日常服，但并不因为你穿的西服以后就改了你这个中国的本质、中国的气质，还有就变成外国人了，还是一样中国人。那我们的国画也是一样，我们加的一些新的表现的这个技巧跟形式，那主要是改良国画的一些欠缺的，以前古人疏忽掉的。让国画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最主要就是亲近广大的群众。
让现代的年轻人、现代的人都能够去跟作品起共鸣，能够喜欢国画，那国画的路程能够继续走下去。那这个基色瓦是我创造出来的，就是在颜色的处理上，我们层层堆砌，让它具有色调的变化与美感，而且更丰富的色彩，还有就是增加色彩的厚实度。那这样子色彩的变化会更丰富，画面也会更厚实。由于我们国画是属于用水的这个用水的媒彩来表现的方式跟油画不一样，那油画必须要等这个亚麻仁油干后才能够继续再堆叠下一层，那国画呢它是水性的，所以我们辅助于现代的工具，像吹风机啊，像我们画画的时候也可以用到喷雾器，那这些东西都是古人没有的，那善用现代的用具，让我们作画创作的时候更有效益。就像我们这个煮东西的这个一样，以前都是用柴火在烧大灶，现在呢都是用电锅，用那个瓦斯炉炒菜锅，啊又方便，然后煮出来还是一样中国菜啊，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变质了，本质还是一样的。那我们国画也是一样，颜色慢慢堆，慢慢堆。啊，需要的就继续堆，不需要的我们就不堆，让色彩更丰富、更厚实。我们常看到的这个油画，其实油画的优点就是国画的缺点。啊，这个事实上我们是不应该忌讳去讲它的，比如说。油画看起来就是非常厚重，很有分量，它色彩又很丰富，然后色彩又很有变化，很有层次感。色跟墨色、黑色都是一样，都是色彩。我们要一个新的观念，所以我提出这个一般传统画家要以墨当色，但是我提出以色当墨，就是这个基色法的一个基本的精神。我这个基色法在这个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处理这样的这个研究跟一个实践。那这个中国大陆在开放探亲1988年，我去大陆的时候，我还带了很多喷雾器送给大陆的画家，他们都非常的高兴。那时候大陆一般家庭里面大概要见到吹风机我看是几乎没有，那时候的电啊，家里有电灯泡已经很不错了，那时候电又缺乏，不像现代，现代是进步神速，已经是生活是世界的水平了。
而且还超越。所以我创造的鸡舍法绝对是两岸第一个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个没有吹风机，你根本就很难做。那台湾早期的有很多的画家都还是用电熨斗在烫，那电熨斗根本就没办法处理出这样的这个层次出来。第一个本身就是受限，那我们如果不辅助于吹风机的话，要机色的话，这一幅画大概要画个好几个月，还画不完。那这个就是一个利用现代的工具做一个更有效率的处理。颜色不够的地方，我们就继续加。那够的地方就不要加。那这样的话，才比较具有国画的灵动，才不至于像油画那么太过厚重。就是说，我们该厚重的地方厚重，该轻松的地方，单薄的地方单薄。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一个刚柔的相济，中庸之道。那我们一幅这个国画的呈现也是这样的表达。所以，我们国画的用笔啊，讲究的是，虽然杂乱，也要有乱中有序，也要有章法。要有笔有墨，那这个整理的功夫，这个一定要细心，要一层一层的处理。那我推展现代国画，就是要让国画更接近现代人的这个美感的欣赏的这个条件。我常常跟学生讲，这个成功不必在我，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观念来传承。那国画的这个延续那么多。这个从历史上那么多年来的这个延续，就是一个要传承，要承先启这个启后。我们不仅要承先，也要启发后来者，也要继往，要开来，继承传统的优点，然后继续开创未来。那本集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我们每一次的视频制作，非常感谢我们的制作小组很辛苦的在做这个编辑。那他们也是努力的在推广这个现代国画的
协助推广现代国画的这个理念。我们现在在调绿色，再把赭石染的比较重的地方，暖色调太重，它会比较浮一点。我们再用绿色干擦，也代表这个松树的这个树干啊，在这个潮湿的地方，然后也长了青苔，这也是深山这个松树啊、树干啊常见的情况。那使松树呢看起来更苍劲、更苍老，长满了苔草。松树是阳性的树种，它必须要阳光才能够存活，所以要是松树化了爬藤，松树一定死掉，这是忌讳的。但是可以长青苔在树干上。